姐妹们，今天测评的这堆甜品实体店买的300多，但是我是拼多多下单的，刚好他们现在搞活动，可以抢288元商品无门槛组合券，不限新老用户，抢了就能直接捡。我这些用完券只花了20几块，趁现在还没什么人知道，我把288券包链接放在我评论区置顶了，大家赶紧点链接抢吧，想买啥买啥。最近超级喜欢吃卡乐比富国乐水果麦片，配着酸奶，越嚼越香，元气满分，非常适合当早餐。有原味和减糖版两款，香脆麦片搭配酸甜果干，黄金配比，用料超丰富，干吃都好吃。减少糖麦片，先分小甜品一秒开，太好吃了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。